给你切了苹果，怕你吃不惯切片了。哎，行行。医院看护病房，喏，给你切了苹果，怕你吃不惯切片了。哎，行行。献酒。我觉得这次是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你哪儿不对了？就像你说的，我不应该感情用事，不应该被情绪左右自己的思维。我们的展大博士也会知道自己错。唉，是。因为我理解的灵异现象出现的原理，有原则性的错误啊，光是气流、光线还有磁场，不足以解释这次的灵异现象。我觉得应该还要加入。你刚才说你错了，意思是，你不应该相信有灵异现象存在。不是，你不要打断我说话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还真以为你知道自己错了呢。我跟你说 ，SCI 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怕这些神神叨叨的事情。那话说回来，谁又不怕呢？但所有人都没有像你一样自暴自弃啊。白雨桐，我从小到大学的都是自然科学、心理学，你像这些什么灵异现象、鬼神传说啊，根本就不是我的研究范围。我用我学到的东西根本就解释不通。我在害怕什么？你能明白吗？我的内心你能理解吗？能。你非要自暴自弃，非要这么想的话，那我真帮不了你。哎，你这要是真怕鬼，我就陪你抓鬼，好吧？你这算是猫过耗子吗？你又搞错了，你才是猫。我不就是下楼遛个弯吗？你搀着我干嘛？我这不是怕你磕着碰着？大家好，这里是现场直播。我怎么可能磕？东南亚海岛部落图西族的巡回展览宣布提早开始。记者得到消息，马上来到现场。巡展负责人将马上与大家见面。啊，巡展负责人来了，让我们去采访一下他。